连那口水流的。要不你试试？你来，你来一个，你挑一个试试。太刺激了。可金边来呗，对不对？子雄大哥那么棒，我也打不过他，他挡着曾黎，这头有你老头，委屈你老头一会儿，我借你用一会儿。吻戏去，你俩直接的吻戏，拥抱还没有呢。好，好难呢。哇，杨子，你已经从事模特专业20多年了。我很累啊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也没奔过你。这样吧，我们避着点人好不好？哎，没毛病，哎，干啥呢？跑那儿去了呢？我说咱俩不，你看这激情燃烧了吗？到我们这儿，你知道吧？反正我是趁你不注意。哎，子兄大哥，西施是不是也是一个？哎，好，那个就是演戏不行。不是，你刚才不说没够着吗？是啊，站上来。